大家好，本田老刘啊，我来自己车给大家做个试验啊，空调系统杀菌除臭怎么做啊？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功效啊，功效，本产品能快速清除空调蒸发器表面滋生的霉菌，消除车内的烟碱、霉烂味道啊。本产品不含对人体有害的成分，保证使用安全有效啊。效果怎么样啊？大家自己试一下啊。首先我们在喷这个之前呢，啊，要把这个管插上啊，管插上以后，我们要使劲的摇啊，这个喷之前一定要使劲的摇啊，摇均匀了，摇个一分钟左右啊。然后我们这个一排出风口啊，从那边喷过来，再喷过去啊，就这样喷，但是不能连续的喷啊。我们正常喷个三秒钟啊，停个十秒钟，再喷个三秒钟，停个十秒钟啊，这样间隙性的喷射啊，不然它一直会积压在那里啊，进不过去啊。啊，外面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车里面啊，这个车里面这空调怎么设置啊，很重要的。不是说你空调一开它就能喷进去的啊，就可以的。首先我们要启动车辆啊，车辆启动。因为我们这个空调分冷风跟热风，所以说我们先喷冷风，然后再喷热风，就是说两个系统让它全部充分的吸收这个杀菌除臭的这个东西啊，所以说分两部分。第一步我们需要把车辆开启到外循环啊，这个是内循环，这是外循环啊，因为我们这要选择它的进风口啊，外循环进风口就是在那个通风道下面的那个玻璃下面的那进风口，内循环进风口是在我们这个鼓风机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杂物箱里面啊，这个地方进风。所以说我们首先要选择外循环啊，外循环。然后其次呢，你要把这个空调滤芯啊，我们要把空调滤芯拿掉啊，空调滤芯拆下来，切记拆下来以后要把那个盖给它盖上去啊，空调滤芯的盖空调滤芯的盖一定要盖上去啊，我们只要把滤芯拿下来就 OK 了啊。然后我们打开空调啊，打开空调，把温度调到最低，这会儿它风会自己跳到最大啊。如果说它没有跳到最大呢，用手动的去点它啊，风一定要调到最大，让它最大的进气量把那个产品吸进来。然后出风口呢，我们调到正向啊，正向吹正向，因为这个时候出风比较快。有后排出风口的，把后排出风口也打开啊，后门出风口也打开，温度也调到最低。好，这样的话把门窗啊，还有门窗全部关死啊，关牢关闭好，然后我们出去进行一个作业了啊。先摇一摇啊，先把外面喷一下，然后把管子插到里面再喷啊，就这样啊。然后管子插进去啊，最好是斜的啊，斜的插进去以后呢，朝着副驾驶的位置喷，然后多放几个位置啊，都喷一喷，把这整个通风罩里面都喷遍了，这样效果最好啊，这样做效果最好啊。喷一下停一下，喷一下停一下啊，这一瓶不多啊，一会儿就喷完了。切记一定要摇一下啊，摇一下喷出来是雾状的，如果说喷出来是柱状的、水状的那种啊，那个就吸收效果就会变差啊。然后我们冷风啊喷完了以后打到热风啊，打到最热啊，进行热风再喷射一下啊，后面一样啊，开到热风，一样风调到最大，但这个时候它会调到脚底下吹，看到没有，可以手动给它切换过来。
吹上面出风量大。然后这会儿再喷一下啊，一定要摇。要喷一下，等一下，喷一下再等一下啊，不能连续的喷。啊，基本上这个喷就这样喷就对了啊。然后门窗紧闭，让它在里面充分的循环一下。啊，这个东西不能对着鼓风机喷啊，就是它可能会把液体渗进去，鼓风机可能会损坏掉啊，就不能对着鼓风机喷啊。然后我们这个喷完了以后呢，喷完了以后等个两分钟，等个两分钟。然后要通风啊，最后一步通风，把所有门窗打开，通风五分钟啊。不然这个味道太熏人了。风还让它吹着啊，保持暖风，暖风，然后让它通风，把风还是开到最大啊，最大，然后让它通风，把所有窗子门全部打开，五分钟以后呢，就可以好了啊。就可以开车，就可以走了，就可以交车了。你这是占我的杀菌除臭机喷啊，你这滤芯还不换、啊？怎么现在又没有？我操！你看我们修理工多穷啊，干这个这方行业的工作啊，你看连滤芯都换不起了。这奥迪能开得起，这个滤芯换不起啊？他妈几百块钱一个车，立马打电话送过来嘛！我他妈的，我贴个运费，我不会等自己休息的时候去啊！哎呦，那你烧油去买不一样吗？你看这边还有台奥迪，就是我说的上次啊，165000上路的奥迪，是不是还可以？好，我们的作业完成了，看看我们机修大师傅高师傅的，昨天干坏是被人家枪打的，你看打了四个眼，16500的奥迪，开得杠杠的。